又一个收费站，两个收费站了。刚才交了个十块，现在又得交十块钱。曹妃甸儿，哎呀，这国道也收钱哈、哦。国道也收钱呢，行，正常走就正常在这儿就行。那个没开吧？哎，开那多少车呀？没，那不全是车吗？就在这儿没开，不就这一个吗？那还看不见。走这一道，离个十块了，得又一个十块钱。拜拜。好了，来，走啊！国道也收钱了。你收五块了哈，会走那上。这我们走的路，走咱们上回来的路上。是啊，这哎，走那边，那边都是城市，你看灯火辉煌。哎，咱往到那咱就住车，找个地方，看到吗？全是那个路灯了。天都晚了，我们现在再开一会儿吧，找一个比较人多的地方，安全的地方，我们俩就开始住车了。算找个地方堵车了，前面就行、是，前面就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贾梅。我们能干死了。我们现在开车到什么地方？咱们这个到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在房车里，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。嗯，我们在这儿住车了。这是天津吧？咱们这天津，嗯，属于天津地区。在天津带的什么呢？啊，这带的我买的瓜子儿。蛋糕呢？蛋糕？你不带蛋糕了吗？蛋糕我给扔了，扔了，吃点花生吧，对吧？啊？用电磁炉整点，没带铁罐的。铁罐？嗯，开。你不是有那个暖瓶的水吗？泡点方便面吃，烧点水。烧壶在这儿呢。我晚上我们俩一直在开车，开着我们找这个停车地方，在天津地区。完了后，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现在有六点多钟了。一会儿吃点方便面。那、咱家有煎饼呢。这是我们的房车，我们的房车生活正式开始，还行，不冷，一点也不冷，正好。嗯，又再冷了，我们有电褥子，完还有暖风。走一路打一路，嗯，我们俩又吵吵一路，不吵就不对了。他这玩脾气，我的天！谁的脾气啊？你我你说让我给大伙说说这事儿。说什么说？你看他就不让说，我让大伙说说我为啥给他吵吵啊？他不让我说，说给他有用吗？你看，你说我吵吵不对，那我为什么吵吵啊？喝酒。我跟你说，健力宝。我跟你们说哈。一般人都会吵吵的，给我气的啊！我都气得我发懵，给我气得我把钥匙就摔了。他还生气，本来就生气，我气得我肝疼。不是，本来就生气，他还故意气人。你说他做事，哎呦，我都不想。我跟你说，出来俺们俩不吵吵就不对了，一吵吵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想说这事，他不让说，他不让说这事儿。你说我要说说，大伙就知道咋回事了。你不用说，说什么说？你他不让说、嗯，所以呢，他也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我耗了，给我气的，我一顿吵吵。他故意气。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吧？你耗什么？不是我错了，你都耗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错了，你还在那什么呢？就我这么耗耗，你还是在坚持。后来我把东西那个拿到你跟前了，我错了，你都不能耗耗，你耗耗我不更有劲吗？这个我耗耗更有劲。那你继续赖我呀？后来你还是那样的。后来我没办法，把那拿出来。后来我办那个烧水拿出来，在这煮煮煮煮。后来我就办那个烧点开水，吃点方便面，马上累了，饿。
还有鸡蛋的吗？啊，鸡蛋有啊。烧点开水吧。没盆儿。有啊，你把碗搁哪儿了？碗和盆儿。我没搁呀。你搁的呀。这里。嗯，说实在，我想跟人说说呢，我想让人评价评价，结果他们让说，他们让说我就不说了。我要一说嘛，他们有面子，就算了。真的，他很没有面子，是不，老李？其实啊，我浩浩他比我浩浩还厉害。我的天哪！后来他平时，我啥时候听给你们录过他给我浩浩那个进度啊？行吗？啊？啊？那不有盆吗？哪个？那盆能用吗？能，能。这就是我那个什么盛饭的盆嘛，来拿它摔一下，摔一下摔摔。来，咱们不是弄水啊？水呢？水在哪儿呢？那里不有水吗？哪里有水啊？这里有水。哦，对，哪有水都不知道了。忘了。我们两个，我把水烧上了，烧上一会儿，我们煮点方便面吃。嗯，我们两个是出门就打，打得噼里啪啦的。哎，谁也不服谁，他是一点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他。哎，这两个人就干呗。哎，干来 干就得了，不干白不干。干来干去，最后咋办呢？我还得服软，都是我服软。哎，每回都是我服软。你说你明明有错，哎，就是我服软。你是邪门吧？我错，哎，你说话不温柔点不能。他错，他吵吵，他就是赖人。哎，你还让人温柔点，他得让我温柔点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你背着牛头就是不认账，他还让我温柔点，我咋温柔啊？看看这桌子，啊，我你看我们吃什么？看不见。这是我们，瓜子儿，你把这个把瓜子吃了，瓜子儿这个瓜子儿还买的花生。嗯，说的健力宝。妞妞，我也抄过来。妞妞，哎呦，妞妞呢？妞妞，妞妞，把妞妞拿过来。来，妞妞，妞妞，妞妞在哪儿呢？妞妞下边呢。嗯，妞妞，来，你把锅给他拿过来吧。拿过来。嗯，来，谢谢。你看的吗？这生活好。我把那个红烧肉和肘子肉都带来了，泡方便的时候搁进去了。我们家小妞妞啊，不吃狗粮，就吃肉。我们家小妞妞啊，你看，可馋了，给他吧，咱别吃了，都给他。可能不，那我吃啥呀？那咋整啊？你行了，喂点得。馋的呀，馋的，都喂馋了，把你把狗喂的，专吃好的，鸡蛋都不吃。